这时我们再来处理一下白菜叶子，我们顺着菜叶子的纹路撕成条状，这样在炒的时候会更加的好吃了。白菜帮和白菜叶子的成熟度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在炒的时候千万不可以同时下锅，否则就会出现以上的现象啦。全部撕好之后先放一旁备用，接下来准备几瓣大蒜，改刀切成蒜片。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。再准备几个干辣椒，加入干辣椒会更加的香辣过瘾，我们用剪刀剪成小段，这样会更加的入味好吃，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调个料汁，小碗中加入一勺食盐，半勺鸡精，再加入一点点白糖提鲜，加入一勺淀粉，一勺生抽调味，一勺香醋增香，用勺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加入淀粉可以使料汁炒出来均匀的挂在白菜上面，使白菜更加入味好吃。搅匀之后先放一旁备用。现在我们来看看白菜帮，也已经腌得差不多了，看一下已经腌制出了这么多的水分啦。然后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白菜帮，把白菜帮再清洗一下，洗掉表面多余的盐分。经过这样的腌制，一点都炒出来的白菜出锅以后，白菜不会反水，而且白菜帮也会非常的入味，口感依旧很脆爽，吃上一口香喷喷的。这样一道简简单单的炒白菜就做好啦，真的特别的好吃又下饭。现在白菜非常的便宜，也是吃白菜的季节，白菜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，多吃白菜对身体特别的好。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、评论、转发哟。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每天会发布不一样的美食视频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明天再见。